5月10日，林志玲在上海出席母亲节活动，一抹红色长裙似小辣椒，主动与老板握手微笑，超亲切。照片中的林志玲身穿抹胸红色及怀礼裙，薄纱质地的红裙搭配一头长卷发，仿佛仙女一般，微笑与老板握手，十分优雅。高清镜头下的她，皮肤光滑紧致。白皙的天鹅颈十分抢眼，模特出身的林志玲完全看不出该有的年纪，身材依旧保持得很好，令人羡慕不已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